一个人吃238元美味的穿越自助，能有多快乐？越咀嚼越香，像个艺术品，一口惊艳。外面的酥皮极酥极脆，238的价位我啥都吃到了。我今天真的有一种吃了一桌席的即视感。这里是辣辣油，今天中午来到华商这边吃一家238一位的粤菜和川菜结合的自助。他们家日常人均如果单点的话是800一位。其实去年大概11、12月份的时候我来吃过这一家，但是我已经忘了他们的味道。印象中每一道菜都很小巧玲珑的，好像当时没吃饱。今天多点点。Hello， 我一位。环境也很雅致，坐这是吗？好嘞，谢谢。就直接画哈，我略点点几吧。凤爪、马蹄、金鱼脚、芸豆卷、中排骨、松露骨、水晶虾饺皇、醉虾卷、高杯乳塔、韭菜煎饺、主食。我好饿啊，我想来一份牛腩面，梅兰鲜一份，土豆角一捞饭。我想吃个干炒牛河、烤肉、菊香牛肉、土鸡炼牙笋、酱鸭舌、海蜇、墨鱼面、拌鸭胗、爽口蹄花、乳鸽、豆豉鲫鱼、国宴鸡豆花、芥末虾球、避风塘掌中宝、锅巴肉片、捞牛筋、萝卜丝、毒海兔、海参、蜕蛇、小炒肉、九肚鱼、左青口、深海黄鱼、鲍鱼，这种每桌限量的咱们都各来一份。牛肉粒、避风塘生蚝、鸡中翅、 XO 酱、鲍旺炒、毛血旺，要不也来一个吧。来都来了，香椿进行到底，差不多跟这么一些。1:30是最后的加餐时间，我们先点上。小哥哥好了，谢谢。第一道上椿香鲫炸出来的，这一道我有印象。摆盘都很精致啊，凉菜上的还挺快的。海蜇丝，我吃到了姜丝，酸甜脆爽，醋调比较明显一些。先整一锅凉菜，开开胃。切成丝的海蜇，口感上给到了日常吃片的时候不一样的惊喜。鸭胗，先试试吧，梗啾啾的口感，好香。川派红油凉拌而成。会吃到青红双椒的辛辣感，挺刺激的。虽然红油略显多，但用的双椒给它莫名的一种清新之感，丝毫不油腻。可能还浅浅放了一些很香的海椒面，紧致弹脆。喜欢鸭胗啊、鸭心、鸡心这些东西，有厚实的口感，很爽。吃一个凉拌猪蹄儿，片成一片一片状的，红油和熟芝麻的加持下，贼香。凉拌猪蹄必吃项目，很好吃，不错。凉掉了的胶质感比较紧，寒 Q 脆，香度比日常成都夏季吃的钵钵鸡要更香醇一些。垫底配了些清爽脆嫩的黄瓜，口味还有一点回甜感。土鸡炼鸭笋，笋子包了土鸡，上面的这个鱼子是用醋做的。这一道我看点评上被吹爆了，很好吃，像改良版的口水鸡。鸡肉特别鲜嫩，好吃笋子和鸡肉的可以多来一份。墨鱼面有点像缺根粉那个，酸酸辣辣的，醋料比较明显，主要是酱油、醋、小米椒、蒜泥调配而成。食欲不振的时候来一碗开胃神器。特色烤肉，五花肉烤猪肉，他们对于每一份单人的分量把控特别精准。越咀嚼越香，皮不脆，微有一点韧劲，肥肉吃起来丝毫不油腻，有一点仿佛你在吃猪颈肉的即视感。上面垫底的是那种黄豆，我们老家叫豇豆，把黄豆放汤子里，各种辣酱去腌制它，煨鱼。炸了之后，肚子里还放了一些香菇。鲫鱼翅要注意它的小刺，但基本这种极小的极细的刺，它被炸过之后咽下去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但这种大刺要及时的挑出来哈。豆豉菌菇酱的风味，好的，谢谢。他们的蒸点就一笼一个，即使你们自己过来也可以轻轻松松吃十道不成问题。豆豉鱼看你们自己哈，可点可不点。它和苏州的熏鱼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味型不一样。开始月底吃一份两个就好了，我吃了打牌特写，来一口凤爪。甜咸味比较浓，汤汁粘稠了。
很均匀，花生放的有些多，一口吃酸。好，谢谢。野菌松露饺，蘑菇的造型，各种菇菇，一口浓郁的黑松露，菌菇香。又可以多来几个，谢谢。虾饺，好，清淡鲜美，有一点流水，一口一个。我要吃小金鱼了。中看不中式，鼻子有点酸，笋子加虾仁的集合，突出内馅本体的鲜美。避风塘就堵，像豆豉粉蒸排骨。粉蒸排骨必吃项目，真不错。有一种香菇烩排骨的感觉，浓郁的鲜甜感，肉质很滑口，几乎用的全是这种小肋排。这个我记得烤箱很好吃，淡口的黑椒牛肉粒，牛肉相当的松软弹嫩，好吃蘑菇是吧？用的白蘑，水灵的蘑菇比牛肉粒更胜一筹，装饰品也不放过。哦，最后的点单上，我看一下有什么特别推荐，但是我没点到的。好的，我再看一眼吧。刚刚那个虾饺皇没有给你们看特写，要不我再点一份，加两只就行了。好嘞，谢谢。我喜欢吃焦肚鱼。麦酥里糯，鱼肉特别细嫩，有点水分，口感大于它的味道。嗯，好嘞，这个现点的对吧？限量一斤，是无数豪横的，像个艺术品。我好真美，一口惊艳，外面的酥皮极酥极脆，这个烤肉极其软糯，饱含着汁水，刚炸的还略显烫口，每一口都是享受。依然是口感大于肉的味道，清口，有点法式的做法，像是鲜辣版本的奶油蘑菇汤。很懂喝奶油蘑菇汤是会觉得它腻，看这一道结合了川式奶香鲜辣，继续吃。盐的饱和度有点高，普通觉得酱香甜咸口，像香菇焖鸡的感觉。这家真的很适合跟男朋友来约会，以我这个饭量让我吃西餐都好贵。如果我要吃饱，环境有了，价格合适，我很满意。电磨虾球只给你两个，就害怕你一下吃饱了品尝不了他们家其他的菜。每一道菜的分量把控上拿捏的极其好，肉片锅巴，糖醋点，米下面油炸的超滋的，满满的空气感，甜调为主，醋打一个辅助，它的甜酸吃多了会有一点倒牙。这家其实也是我当时在苏州的时候就接收到了有位朋友发给我的私信，让我来品尝一下，所以我一回到成都立马赶过来，你们的要求就一一的满足。花椒牛舌薄切的，不错。青花椒的麻感是比较轻微的，牛舌的质量很好，有韧性的同时又很脆口。鲍鱼238的价位，我啥都吃到了。一口一盘，干炒牛河也是一人份的量，我喜欢，差不多两筷子，而且这两筷子的量放了三片牛肉，良心了。豆芽、韭菜这些炒出来油香油香的。油放的不多，墨鱼仔、毛血旺、麻婆豆腐、茄子、小八爪、紧实耐嚼、甜辣口的酱烧，来一口毛血旺，清爽度黄喉，竟然有肥肠。即使单个人的分量都没有缩减那里该有的食材，鳝鱼都没法吃了，绝望。我的妈，鸡脑也吃到了，很小很小的一个。火豆腐和牛筋，好烂货。
有烟笋的烟熏风味，牛筋肥厚软糯的。烟笋的大体是干的那种笋，泡发了之后呢，我没有想到他们家的种类也贼多。麻婆豆腐，在他们家有各种可以选择更好吃的菜品上，像麻婆豆腐这些我们就不点了哈。咱就是要将有限的胃容量给一些特别值得的菜品上。脆皮小乳鸽，那烤鸭皮是吧？没有那么脆，我就直接拿手啃。有油水的。它像是南京卤水烤鸭的做法，皮不脆，有一定的油水，偏咸。他们家可以二刷三刷一下。这次甜品都没吃，又饱了。我看大家对于提拉米苏的点评很高，留个念想。这只醋汁小黄鱼。整个鱼被炸得非常的通透，内里的鱼肉很细呢，带一点这种老醋汁，酸甜吗？我发现他们厨师对于炸后的火候把控极其之妙。你倒可以连鱼刺全部吃下的小黄鱼。哎呦，吃一顿饭非一件衣服，咱就是说，感觉像是江浙青粉丝，应该是笔滚鱿鱼吧。鱿鱼他们真的分了很多派系，像喝了奶白的鱼汤，味型和日常吃的黄鱼面差不多。牛肉粒，像咱们之前吃的牛肉干，牛肉纤维感略微重，这种肉干型就是越咀嚼越香，有口劲，那素炒中吧。灯脆，肉感厚实。刚刚不是没有给你们看虾饺的特写吗？你吃一个，酒香虾仁鲜美，馅料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比较适中版本的。虾饺皮要更薄一些就好了。土豆甲鱼饭，限量款，裙边很厚实，米饭吃起来干爽，绿绿分明。甲鱼肉厚实，裙边肥厚，松弛感强。鸭舌、小炒肉、奥利奥蛋挞，我今天真的有一种吃了一桌席的仪式感。小炒肉是寻常家常的风味，有点像公鸡毛，川菜馆子做的。鸭舌头。甜咸乳香口，舌头也比较厚实。小白塔蓬腮，这是黄油奶气十足的盘塔绝美。他们点心做的不错，最后一碗鸡豆花没了。我知道你们的弹幕都给我看饱了，我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饱，但其实咱们还是讲究一个七分饱，雪白细嫩。是既不见鸡，入口即化，舌尖一抿就立刻在嘴巴里散开，那个质感很轻盈，最好趁热的时候喝了，凉掉了有一点品不出它的鲜美感。好了，今天的川菜加粤菜的自助就吃到这里。总的来说，这一家还是值得带爸妈、带男朋友啊、带朋友来体验一下这种环境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那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评论和收藏哦。午安，马巴卡。那限量的菜品，然后掌声好，特别敬业，可以吃一下。好，谢谢，辛苦了。今天还是很不好意思，因为来的有点晚了。